中呢，有着音乐精灵之称的侯洛琳，邀请到洛琳呢，要为我们带来哇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开场的一个演出哦。洛琳呢，是一位十多张的电子琴的弹唱歌手，虽然说他看不见，患有中度的自闭症，但是这不影响到洛的一个哇，这个卓越的一个音乐的天赋哦，让他在舞台上发光发热。那今天呢，洛琳为我们带来他的改编跟自创曲《想见你》mix， 喜欢星星，喜欢你。我们现场的朋友，来我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好，欢迎洛琳，我们来做精彩的开场演出。大家好，好，我是音乐精灵洛琳，很高兴来到东山服务区。按摩记者会，接着带来的歌曲《想见你想见你》，借我精写的歌《喜欢西西喜欢你》，大家跟我一起唱哦！祝福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多神奇，我相信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多难回忆要平和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胆小多疗愈，要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所废墟，像是我
播你们传统唱歌，可以帮我点出按赞月经理若琳，谢谢你们。想见你借我自己写的歌，喜欢吃鸡喜欢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赞赏和鼓励哦。好，我们再次的热情掌声哦！哇，谢谢波比为我们带来这么温暖、精彩的开场演出和我们今天的记者会的话，算是揭开一个非常温暖又幸福的一个序幕哦。那当然的话，在今天有这么美好的一个日子，也正式的欢迎各位来到啊现场的贵宾呢，来到今天这一场的盛会——2023湖远魔力视障按摩宣传记者会哦，一起来度过呢这充满关怀还有希望的一个早晨。那么接下来呢，我也要介绍我们今天莅临的长官跟贵宾哦，他们对我们台南市的视障按摩的宣导活动呢，是有着常年的关心跟支持哦。在这为大家介绍及欢迎，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的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我们的局长王新吉王局长，欢迎局长，以及我们的大台南总工会的理事郑清恒理事，欢迎。还有我们台南市总工会的常务理事林庆文常务理事，欢迎。以及我们台南市盲人福利协进会理事长张福光理事长，欢迎。我们台南市盲人福利协进会理事张国明理事，欢迎。以及我们台南市盲人福利协进会的经理蔡明之蔡经理，欢迎经理。还有我们台南市幼儿视障协进会的经理李耀山李经理，欢迎。还有我们医院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行政张秀芝，欢迎。以及我们的代言人哦，我们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我们的专委蒋文专委，欢迎。还有我们所有这个劳工局今天莅临的所有的这个同仁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莅临的长官跟贵宾非常的多哈，一起来参与在今天的一个盛会哦，也再次的感谢大家的一个参与跟关注，也展现我们对视障朋友的一个支持。那相信我们透过今天的活动呢，不仅让我们更了解视障的意义，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哦，共创一个更友善的一个视障的环境。那这一次呢，由我们台南市政府劳动局呢所推出的视障无远魔力起点抽奖活动呢，自从即日起到10月23号就热闹的登场了哦。那为了落实呢我们伟哲市长希望家园的一个施政理念，每位的视障朋友呢都拥有了国家级的专业的证照能力哦，并且持续透过我们在职的训练服务哦，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品质，让每一位需要来放松和磨落筋骨的朋友呢，都可以得到一个最棒的一个服务。那劳工局呢，也特别为了我们的视障按摩师举办行销活动，让他们的努力可以被看见，同时呢，可以给我们一个实质上的一个鼓励哦。所以从即日起呢，到10月23号，欢迎大家到我们指定的一个按摩据点，我们只要消费满200哦，那我就可以赠送一点。以此类推哦，我们集满10点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那我们的奖项非常的丰富哦，所以赶快呢，可以跟我们的按摩师来预约一下哦，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可以彻底得到一个放松。好，那接下来呢，也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今天的长官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劳工局局长王新吉王局长呢，有请局长上台，我们来说几句话喽，有请局长，那我们现场给一个掌声哦。好，谢谢我们。当然最重要的代表的就是想欢迎我们福旺我们的代言人来到台南，当然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今天来参与这个记者会的所有伙伴，我们台南市总工会林常务理事，台南县总工会郑理事，我们两位专委，还有我们张理事长，还有各位美女先生，各位来这样参与这个活动的各位好伙伴，大家好。好，真的我很感恩啊，包括市里所讲的，我们要落实我们伟哲市长的希望家园，所以我们就要让李台南会喝鲜花，我们李台南不套路而讲。那当然，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这一群身障伙伴，尤其今天我推的主轴是我们市长伙伴，
所以我们也要让他有工作做，有经济收入，他这样的一个生活才会获得好。当然大家都一直在强调给吃不给的钓竿，所以我们平时就在培训我们的视障伙伴能够有职能，靠着他的职能来投打给，那我们给他应该要给他的服务费。那当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过一个循环，豆子随着市长希望加油。所以今天就是要做一个行销活动。那当然我很感恩我们劳工局的同仁能够规划这样的活动，尤其大家可能会很好奇我们会怎么会选择在东山休息站。那当然东山休息站这个按摩小站，我在人生历程为师长伙伴服务的历程，甚至走过一条很用心的一条路。因为刚来接任机长的时候，刚好这样的一个地点被一个统一企业换到南仁武。那当然南仁武来接的时候，我们同仁跟我汇报，那小工这个按摩小站不让他在这边进驻的，那我们就带着同仁一一来拜访南仁武，拜托我们这个师长按摩师有一个地点应该是蛮好的。那当然今年又开始来回到这边来做行销，因为经过几年之后，我们这个据点又变成统一又抢回来了，所以我就拜托统一说，你一定要让这个据点一直维持下去。我这样过程，我觉得蛮好的，的恩怨能够当然领军者提供我们跳舞啊，让我们据点能够这样活的部分。当然，另一些我感恩我们理事长带领这些市长伙伴这边在服务大家。啊，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为了这个据点能够让大家能够一来到东山休息站。就会想到有一个适当按摩的据点，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布置，那一种第一次的视觉一定要有这样子的部分。所以我很感谢大家帮助我们一路走过来，帮助这个据点设置的部分。那当然今天又特别有意义，把这样的一个先跑活动带到这边，准备感谢公关家务，这个培训一群我们的适当伙伴，你家在感谢服务，让我们的工作环境，让这个按摩据点是非常亮丽。你看起来非常舒服的时候，经过你开车到这边休息一下，那能够施压，让你能够解掉你的疲劳，能够再上火。如果在地的伙伴，你说我嘛没外国跳，在地的伙伴，你马上专门回家在家火一服务之类的。因为来到这边，因为停车没钱，如果你要进方便，够方便。你边边够大球啊，他或陈良，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个起点。我所以拜托大家，我们每年推出，今天也来干妈宫，适当按摩师是非常棒的。尤其从100年开始，因为环境上的警示，我们的明眼人也可以做适当按摩，所以对适当按摩师是大的冲击。适当我改了够，我们适当按摩师他有一个特色，因为你视力不好的，结果他们的视觉一定会特别的敏感，这是一定为了求生之路训练出来的。所以或者干妈公当然很爱国，当然很多啊，但属于盲公现在推几点摸彩活动，你家赶快买几点嘛。我这个干妈公今天东山休息站行销的几点这边有没有？绝对有。另外部分好，我现在对四站按摩师的行销，那今天刚好又想到说，我很感谢帮我们承办的单位这么用心，刚好的起头就安排我们的音乐经营活动里来做开头。那当然我这边要为着我们视障的我们这样的音乐经营活动里来做行销，因为你看刚才唱的棒不棒？棒棒。因为我们再来两位理事长，你们的工会有活动应该可以请他去帮你们演唱，我这个过得你老在办活动规个马上买个要到啊，拜托的来团唱，他们音乐经营这样的活动里应该是非常好的，因为对视障伙伴的一种肯定。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我在8月26在我们南环购物中心，我们一样办理我们多元就业方案，包括这样的弱势团体，我们全天网就阁楼的行销活动，说我跟我们的音乐经理胡若琳这样结缘之后，当然我们当时旁边就陪伴一个妈妈，当时不是的妈妈，我不知道是妈妈，陪伴在陪伴那边这样的 PD 的，那我就好奇问我们署理科长，这个国的那些老师都不是，是他妈妈，所以我这边也要接受他的掌声，因为他可能不好意思上台，接受掌声郭丽红妈妈姐哦。因为我觉得有一位这样出色
二个四大面试师，刚才有一个四大面试师背后都有很辛苦的爸爸跟妈妈，因为要培训一个四大伙伴，生障伙伴进到职场工作，应该因为觉得生障伙伴只要在工厂工作家事，你是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我建议说，生障伙伴啊，都无康快者提出，爸爸妈妈往别后勤力往后怕点，所以我就立了艰辛的路。甚至我们司令科长跟我回话说，妈妈为了发现，因为也有发现他，我们的动力，我们的这样音乐精灵有音乐天分，开始一路陪他。上课，甚至自己去上课教班，你看妈妈多辛苦。再次来肯定高龄者哦。好，也是感谢大家掌声，大家一起为我们台南加油。我们台南是一个有爱有情、有爱无爱无情的这个精品工乡亲，感谢各位，谢谢。谢谢局长，谢谢有爱的局长哦。这个局长呢，对我们的活动就是长期的支持和努力哦。那么在局长的带领之下，让我们的活动都是非常非常的圆满的进行的哦。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呢最特别也是最重要的时刻喽。好，2023无远魔力视障按摩宣传记者会的启动仪式。好，那在这个仪式当中，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的贵宾，好，邀请到我们的局长，好，我们还有我们的理事，好，郑清腾理事，还有我们的林庆文常务理事，以及我们的张国光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张国平理事，以及我们的李耀山经理，还有我们的庄秀芝行政，好，以及我们的代理人吴凤，好，有请上台，好，为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启动仪式。有我们毕业基金会的，好，我们的秀芝，好，有请我们的贵宾上台，好，为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一个启动仪式哦。好，这个仪式呢，代表着我们对视障按摩水疗活动的一个承诺啊，也是我们对活动的一个支持哦。好，那也邀请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倒数五秒喽，一起来5、4、3、1倒数，那我们就一起来启动我们的仪式喽。来，现场的朋友准备好了，来，5、4、3、2、1，请启动。哇，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次是按摩水疗活动的关键字缓缓的升起喽。好，咱们从启动10月23号，全台88处的据点，消费200及预点，集满10点抽大奖。好，欢迎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我们这个视障按摩据点的这个按摩的服务哦。好，那也请我们台上的贵宾留步，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大合照哦。好，请我们的工作伙伴呢协助提供我们的手麻烦哈，跟我们台上的贵宾，好，我们要来进行我们台上的一个大合照哦。好。来，请我们的工作伙伴啊，协助将我们的手麻烦啊，拿给我们的贵宾，还有我们的局长。好，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喽。好，我们前方的摄影师。好，那麻烦我们台上的贵宾看一下您右方的摄影师，好，我们右边。好，那还有我们左边喽，左边也要顾到。好，也谢谢哈，谢谢我们进行启动仪式的长官跟贵宾哈，那也请我们的长官跟贵宾，好，像我们的贵宾，我们现场我们媒体还要再补充我们的镜头的吗 ？OK 哈，好，那也请我们的长官跟贵宾请举上哦，我们可以先行回座啊。好，那请我们的代言人。
好，也谢谢哈、哦，谢谢我们进行都是拥有我们国家级的专业的证照，而且他们拿到证照之后呢，也透过不断的一个在职的训练，不断的一个学习去精进，好的放松来按摩的朋友可以得到一个最棒的一个服务哦，最高品质的一个服务。而且我们现场还有所有的按摩师呢，大家真的都是这个骷髅等级的。我们现场在东山服务休息区的朋友哈，待会大家也可以来做的，也做一个这个免费的一个体验哦。好，我们的免费体验是开放到下午一点，好，开放到下午一点。好，所以在东山休息区的朋友们，好，也欢迎大家哈，在待会可以来进行我们的实战的体验哦。好，那用我们的行动来支持呢，这个也是我们办今天活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好，用我们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的实战按摩。是有多厉害哈、哦！欢迎大家亲身的体验哦。好，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我们是从即日起，我们现在正式的开跑了，一直到10月23号哈，到10月23号，那只要到我们全台哈88处的按摩据点。快快快耶、yeah ！我们再看一下哈，再看一下我们前方呢哈，我们看一下中间这个手势喽，好，无远魔力赞。看这边，好，好，我们再看一下中间喽，再一次喽，好，好 ，OK， 好，体验的服务，好，邀请。国民旅游一个休息站，最大的休息站，人潮也最多的，所以我们都特别拜托标到的单位，我们统一企业，让我们进驻在这个地方设一个按摩小站。那、当然，我们那结合了我们的按摩师在这边来服务，所以我们把这个按摩小站，这样的一个布置的非常看起来就非常亮眼，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当然我们按摩师的岗位是一流的吼，所以我们这边继续呼吁大家，有路过东山休息站，我们车停下来不收停车费，当然又可以享受一下按摩师跟你做服务的部分。那、当然我们本地人你更也可以开着车到休息站，可以吸收到非常新鲜的空气，就可以让按摩师跟他服务。那当然刚才我要看到我们单位安排的我们的音乐精灵陆离来做开场，那当然我们的音乐精灵也是一个视障的音乐家，作为我们的呼吁，我们的视障伙伴，我们不止培养他按摩，如果有音乐专才的，我们得培育他变成音乐家的部分，如果有相关专才的，我们都会去培育，能够不要让大家对视障好像只是手电他会按摩，也不是，我们视障伙伴实际上他本身都有很多优厚的优养的这样的一个天赋，我们都培训到各专业来服务大家的部分。所以你家讲究啊，回来为大家路过或是专门来到东山休息站为我这个视障按摩师帮你服务施压，促进你身体健康，祝大家万事如意，中秋节快乐。来站站，三二，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办，我们台南市总工会林常务理事，台南县总工会郑理事，我们两会专委，还有我们张理事长，还有各位美女先生，各位来这样参与这个活动的各位好伙伴，大家好。好。好，真的我很感恩啊，包括市里所讲的，我们要落实我们伟哲市长的希望家园，所以我们就要让李台南会喝鲜花，我们带来五套楼喝酱。那、啊、当然，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这一群肾脏伙伴，尤其今天我们推的主轴是我们的肾脏伙伴，所以我们。